天朝之间内最惊人的一幕，奉天正法之手，云追之出。奉天，你虽小，你为何要杀九天玄尊？我是极次信任你，玄尊竟替你做计策，你为何要混中修补？为何要逼我平静相容？奉天，听我解释，我心想，所领一出不招我最有些能的人，就要变成修家。你对我太神经了，我不，我因为有我关了你，永远不灵啊！奉天，奉天，千鬼，千鬼，奉天，天我该碎，奉天，独领归元心海角，天坤不用。剑飞刀，我，你了我最深的，我方才听到天流之间的震动，今日时你已经昏迷了，什么？难道是我心神不宁，所以在文公修补天流之门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卷入心魔之海？心魔之海，此乃天流之间第十位阵法，彻底治疗东西各王，弘扬东西人内心暗中的魔障。原来如此，一定是地名在那边公东公西，害我开始胡思乱想。前辈，你忘掉什么？无什么。剑飞刀好似一直听着佛祖尊高之名。其实，我忘掉我无小心偷吃奉天的肉包，结果东窗事发，所以才一直叫伊听我解释。原来如此，剑飞刀，我妖怪。我马上为前辈准备用心。奉天玄尊，无鬼的幻术，地名，我真正和你气死！天驾，大事不妙了！转悠，武林出现第五灾，凶悍的刀锋随时失人，真恐怖！又来了，哼！